光 bonus 的部分就10%哎、欸。Oh my god， 这太肥了吧！来吧 ，Go Go！ 我要用最快的速度，来是快到肉眼难以想象的速度。不要跟我讲，不要跟我讲，我要重复这个动作10次哦。花360还要当个坐牢仔哎、欸！哦，打完一次了，能量满开 F 可以直接无限放好。干，我的伤害怎么低？那这个王，对，但我剩一滴血是正常的吗？啊，我不会补血啊！哦，要采集中间的啦，哦。这副本超难打，我感受到了。哦，蓝色怪物要用那个啦，米特拉打啦。哦，对不起，哎，好像刚有人讲，我没听到。难怪有人说，如果伤害不够的话，要打1小时。我相信了，蓝子，这比洗米特拉商务还难多了，你知道吗？洗米特拉商务都没那么难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我打完用米特拉本人会比较快吗？还是并没有，并没有。好吧，我每个礼拜都要来这边耍一次白痴啊、哦。哎、欸，这只王好菜哦、喔，男人！再见喽！主播高三打完，我想卖账了，没那么严重吧？好不容易打完闪退，怎样？假设我现在闪退是全部重来吗？会记录是不是？啊，那还好，那还好，他会记录就还好。哎、欸，醒来了。碎啦！碎啦！反正就是一直打，打一打之后，然后他就会召唤出中间那颗贡丸，然后中间那颗贡丸把它打掉之后，你就会召唤一大堆蓝色，然后你就可以把能量条累积的快一点，就可以赶快结束，对不对？等一下会抽轮回吗？如果我没退股的话，会啊。会买5倍吗？买啊买啊！我已经解得这么辛苦了，一定买啊！我本来不想买的，但是因为解得太辛苦了，所以我决定买。我感觉不买好像对不起我这半小时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如果我不买，我这半小时好像白打的感觉。买吧，买啊买啊买！360，但如果你说比较少在花钱的感觉，但真的太贵了。碎啦！有了有了有了！啊，这 boss 啊！等一下还有一场，还有一只 boss， 太好了！我还有一只是不是？好了。还有最后一只，哎、欸，看，可是我没起源的、欸，它、啊、是可以补血吗？啊！完了，我没放顺移。哎、欸，干！不是太粗了吧？这老哥他妈怎么又粗又硬啊！嘿，我没死哎、欸！哎，小菜鸡，小菜鸡可怜哦！哦，鸭血，不能喝水。你看我的头上有一个锁水的。哎，干，又补血了。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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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啊，没事没事，他出去可以再领，对不对？然后出去的时候，就算现在不领取，本周还是可以再领取，对吧？因为他怕你这个没点数，所以你还是可以领，找他吧。然后这里一样可以领，然后我们就直接勾这个360点，然后你刚刚已经领30个了嘛，所以可以再额外再领120个啊，铜币就不能再领了，然后经验值就可以把那个剩下的再把它领一领，但是这个 bonus 10%哎，光 bonus 的部分就10%哎 ，Oh my god， 这太肥了吧！所以等于是从13%变成25%，12%。铜币的话是这里，哎，这个，这里，要放上去。然后手续费要2封点，所以就还好。如果两个就4封点嘛，等于是说你用4封点，然后可以换1亿。那如果你是之后可能还会出银金钻啊，这个是之后的，盖这个钻超多哎，500多亿哎，然后就可以用申请换。申请，然后确认，你就可以直接换了。其他的要怎么用？现在还拿不到，之后应该会慢慢出吧。我想要试一次那个幻象，好吧？我来试一下这个。所以就是我的这一只操你妈会消失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会拿到一只披虫的操你妈，有了，我就变成这一只。然后它下面会写一个。用月光幻象效果合成羊驼外形，然后它就一样是羊驼，然后上面名字写协奏曲三小啦，啊名字怎么还是协奏曲？它的外观就变了，很酷哎、欸。等于是说，如果你不喜欢那个披虫外观就没差了，你懂吗？就以前你可能还要挑你要哪一只披虫好不好看，现在就完全不用，除非是新出的披虫真的太好看了、啊。不然其实没差，因为你可以自己挑你喜欢的变，但是你砍掉之后你那一只就不见了，跟时装不一样，时装是你铁针完之后时装还是在，那个宠物是会直接不见，能够用的只有那个 P 宠和 D 宠、欸、S 宠还不行哦。还有写基底宠物是 P 宠或 D 宠，然后材料宠物就是外形是月光迷你以外，所以 P 宠不行，材料宠要用 P 宠以外，